什么时候能到？总裁，温小姐半小时前就已经上了去英国的飞机了。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梦想。那婚纱还去吗？去吧。婚纱送给我，谁要你的裙子？这不是我女生薇薇安设计的婚纱吗？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婚夫。